海博士压载水管理系统采用的光催化绿色高级氧化技术具有以下优势：一、处理效率高，紫外照射与光催化作用有效融合，一次处理彻底杀灭，压载水可直接随时排放，排放水完全满足 IMO 和 USCG 压载水标准要求。二、环境可接受信号，处理过程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对海洋环境无污染，对船舶和船员无影响。三、适用范围广，模块化设计，适用于新造船和现有船，适用于咸水、半咸水、淡水等各种水域，适用于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船、公务船等各类船型。四、可靠性高，自动反冲洗过滤器，检测清洗过滤器滤芯，自清洗反应器清洗紫外灯套管表面，所有正常操作均一键完成，可实现自动控制、自动监测、自动报警。五、运行能耗低，紫外与光催化的协同作用，以最小的能耗达到最佳的杀灭效果，关键器件寿命覆盖船舶全寿命周期。海博士压载水管理系统拥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海博士的售后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多个港口，可以为您提供全球化的技术服务和高效支持。海博士将以卓越的品质、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伴您扬帆远航。